这个确实是，苏烈雅老师把那个门一打开，China Dragon， 真的太有 powerful 了。其实我刚想说，为什么没有这样风格的 Jazz？ 前面两个 Jazz 都是偏柔美一点，刚好就来了一个这样风格的。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有力量的风格，编的确实也很好啊，很厉害。哦，太炸了！对，很喜欢，真的是，哎。对，很喜欢。哇，这个确实是。哇、哦，太炸了！哎，会不会是大家都希望邀请苏烈雅去他的战队，所以我就有一点开始紧张了。这都是我的人，我的。不是从我的街道来，未来也应该是，不是应该，未来也是，不是未来，其实有可能不是的，没已经是了。啊，不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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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不一定，其实规则是不一定的。等一下，我解释给你听，为什么是？我已经收了他的信物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收到他的信了？订了约定的信物，就是有订单，但是可以取消的那种。还没，对，对，对。空口说无凭。真的还在，还在，我没有弄丢，还在。每一个季节舍不得就此与你告别，这真的是信物。再一次给大家也宣誓，我跟他是有约定的。哇哎，壮阳老师真的是在我们如此复杂的现在的环境下，你竟然如此的直白，这种事情大家一般都不对外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先收着，好。哇，但我刚刚没说。好了，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强者碰到强者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最后也是要给出一个结果。来，让我们的四位队长给出他们心中的选择。三、二、一。我支持中国风多做一些融合。但这边也压得太狠了，能到这里的都是高手，但是希望大家知道一点是，不管你多厉害，天时地利人和，
有些时候命运就是命运。啊，再次感谢上一组选手，谢谢。感出位，下一位。好的，星星加油！夫妻档。他们是中国的 Union Man。哦。杨文涛夫妇因为耳边编的东西都很好，再加上他们有这个夫妻分，他们俩肯定能够再次配合出很好的东西。五位队长好，我们是来自王一博队长街道的，我叫杨文涛，涛涛，这是我爱人。我叫 CC 张灿。爱人这个词确实是不太常听到。我也想要爱人。Let's go！ 加油！哇！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他说我爱你了。嗯，真好。掏心窝子话。